演艺圈十大男人，我们要恭喜哇塞梁家辉。哎，两位不用再看了 ，Hello， 哦、okay. ，想不到吧，比甄子丹还要高哎、欸，天哪！哇，他这个是非常公正，非常公正，特别投票那种，不是粉丝投的，所以他是从大数据 ，you know， big data。你本人是网络温度计吗？你的总编辑。那个投票率是多高啊？很多人吗？有没有十几万人吗？对啊，就是很好几万、好几万的网友这样子。可以看说网友他在网络上讨论的趋势。嗯，我们透过那个网络数据去分析调查，哈，我们去分析说网友在社群啊、PTT 啊、粉丝团里面讨论警匪片排行榜前几名都跟你有关。我觉得我的排行榜比较高，就是因为我警匪都演过。哦，对。TVBS 民调中心和网络温度计合作，从网络电话不同采样分析民调，发现网络温度计的总监今天在现场，在网络就票选了十大网络温度计统计发现，也是网络筛选十大吃到饱好评。在网络排行榜调查出炉了，我们统计过发现，靠北男友跟靠北厕所、公园、床上，在网络温度计就做出了一个排行榜。Daily View 这类榜在每张公布将近半年以来，是网站做的一个最新民调，网络声量超过16000人。统神张家涵，没拿到哦。其实我还是网络温度计的第一名，算是网络的调查机构，就是调查说谁是知名度，我是第一名。